上有一个一个小小的洞，这些都是招潮蟹的家。OK， 我们要怎样抓它呢？手指不要插下去洞那边啊，在洞旁边45度的往洞按，如果它有住这招潮蟹的话，它就会跑出来了。它是不久的，它抓。有很多只小小只的脚的，这个也是 OK， 它就是寄居蟹了 OK。叫做无壳蜗牛，它是 Mohawk 蜗牛，然后它的名字叫 Slug。嗯，妹妹帮你。什么啊？妹妹有 friend。Optimus Prime 的 logo 你们看。啊，只有这一只有吧？哦，这有。的有。海呀，可以在海摇杆。这有啊。Cherry Snail， 它永远这么小小只，红红色，它不会大的，而且整个地上都有，只是很多人没有去用心看，没有发现。